Hello， 贝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艳兴啊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，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。但是呢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觉得这个纪念日可以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礼物，跟什么样的惊喜，让你们可以对今天能够回味无穷呢？我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果不其然让我想到了。你看，没有错，首先是这个，大家肯定以为这是个蛋糕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它不是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开箱！你看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嗯，它其实不是一个蛋糕，它是一个大寿桃。你们是不是都猜错了？你们是不是都猜错了？没有错，它是一个像寿桃一样的蛋糕。哎呀，打脸了！刚刚说不是蛋糕的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呢，上面写了两个字，叫长久，看到了吗？长久，长久。希望新生的贝壳们也可以从此陪伴我，我们一起长长久久走下去。接下来两岁的贝壳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这个礼物啊，非常有来头啊，应该是这个，我看看啊。三二一，开箱咯。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这个盒子是空的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需要释放魔法。来来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魔法。哎，厉不厉害？哇，这么多东西。这个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两岁的礼物啊，一辆豪车。来，我为大家准备了百宝箱，有水、饮料、衣服、手表、护肤品、酒。哎，这个慢慢的大家去发掘啊。如果呢，这个未成年的小贝壳拿到了这个酒的这个礼物啊，就不要喝了啊，未成年不能喝酒啊，乖。两岁的贝壳，这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但是呢，21岁的张艺兴，25岁的张艺兴啊，30岁的张艺兴啊，每一天的张艺兴都曾因为你们而感到幸福啊，因为被爱，因为有很多很多人爱，因为被偏爱。三岁贝壳的礼物来了啊，它非常非常厉害啊，它也非常的重要，比上一个礼物还重。它是一个 V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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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 不知道多少 V 的 VIP 啊，暂时有多少个 V 呢？我这里先不透露保密啊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是哪一个 Lucky Xby 啊，锦鲤贝壳。来，先看礼物吧。哇，这个厉害了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个关于这个 VIP 还有哪些后续啊内容啊，会慢慢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交流的啊。等到二巡演唱会啊，等着看各位尊敬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努力一年多，跟唱又翻车啊。四岁的这个礼物啊，离亲情意重啊，重不重听你们的，来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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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么多自拍。这个对，其实经常可以看到大家给我留言说想看照片啊，看自拍之类的，这次干脆一次性拍了这么多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这个是2022年1月8号，这个是2022年11月24号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没有写日期，挺好的，挺棒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的礼物。如果说四岁的礼物是每天可以陪伴大家，那么接下来这个五岁的生日礼物啊，哎，这个就希望可以每时每刻、每分每秒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啊。当当，陪着你，你也陪伴我左右。I keep running, you keep running, 我们双向奔赴。Always got my back, I'm counting on you。是我的底气，为你我绝对不辜负。Yeah， 希望你们喜欢。
明天记得签收我精心为你们准备的5岁生日礼物。最后，贝壳，生日快乐。